但他面对未来会茫然吗？可能平常面对很多考卷或是课本的时候，老师们都会说你就是在充实自我，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可是其实你在写这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能看清你未来会面对的东西吗？或是你真的能学习到你未来会用到的技能吗？对啊，很茫然，茫然到有点无法言喻。就是，我觉得到出社以后，出社会之后，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是奉诸于，就是最后会奉诸于社会，或者是说，就是达到自己一个人生理想。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达到人生理想或者奉诸于社会这个途径要怎么走。对那个会台山十一项措施，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会有一点感觉，就是我想要去中国啦，或者未来更想，因为我觉得台湾这样的。